双语女友亲密和如雨下，吴宗宪提供好方法。以前的女朋友常常眼睛会这样。炒饭的时候，就是我就已经很尴尬了。那我现在又更不敢交女朋友。汗如雨下。对，我尽量避免那个。先让他带袜子。我就是。然后有癖好的人会喜欢你这一款的，越留越多。一直骗他说只是要切洋葱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总不可能一直边擦汗吧？来一份鸡吧。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小明星打更班。